感冒是不是？感冒没有？没感冒，没感冒，没感冒。没有啊，没有。看到你会想哭啊！声音怎么？看到你有点想哭啦，想到想到狮子合唱团少一人，我们也有点难过。真有哭的不要不要的吗？我没有，我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都是一秒就可以落泪，但是就说大家都憋住了，因为其实这事情又不是说，就是早有准备，昨天才发生，就是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的，就是有规划嘛。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，就是我们本来不是四个人嘛，家里四个人嘛，然后我们只差一个被子，然后我们被子其实已经找到了。然后其实准备就是要就继续，那阿许他家里突然发生的那个事情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事情。他爸爸身体不好，然后因为他爸爸一直都在他们的那个铁工厂嘛，就是他们家里自己的企业，然后就他爸爸身体不好，希望能跟阿许去接。不然这样其实就是这样的。那现在那个药膏是不是到期？药膏，注意啊！就是背着，背在背着冰起来。哦，那药膏会传出一些异味吗？很香哎，因为那是中药，那是中药，中药味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很香啊。哦，谢谢。好了，专心看拉拉演唱会。拜拜。